大家好，你们看一看那些玫瑰花，好漂亮，而且颜色好特别。我现在在车子里面，老公去商店买水。我们现在要去拍一个影片，非常非常有趣的影片。今天会有专业的那个 videographer、photographer 帮我们拍影片。我们结婚那一天，有两位他们帮忙拍很漂亮的婚礼影片，你们已经有看过，如果还没看过，那就马上去看一看。后来他们在一个社群 VK，这是俄罗斯很有名的社群，最热闹的、最流行的，他们做一个活动，然后可以印，影片。所以我们印了，我们非常非常开心。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大概12点左右，我们要去跟他们见面，然后一整天会拍一拍影片，他们就是拍我们，后来会变成一个 love story，一个很 cool 的影片。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。我们到了机场，这个是明斯克机场，因为。本来先我的老公到了白俄罗斯，后来我也到了白俄罗斯，所以在影片的前面，他会等我在机场，然后我会从机场出来，这样。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公园，这边也要拍一拍。我们拿了一些水果，然后现在要做像 picnic 类似的，所以我们会做一下吃饭，然后喝酒这样。OK，我们已经把这个都弄好了。现在他们在拍我们的水果，这是水果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婚礼书，在那边就是我们的婚礼照片。小姐姐你好，你好吗？我们已经在城市中心都拍好了，已经跟他们说再见了，因为已经结束了。我们非常非常开心，因为他们帮忙我们拍一下，因为他们真的很专业，所以一整天都非常开心。如果你们在白俄罗斯，然后如果你们有婚礼还是要拍照，他们真的非常非常专业的人，所以在。那个影片下面在 info 我会留一下他们的链接，如果你们需要什么资料，就可以联络他们。他们的名字男生叫 Alex，女生也叫 Alex，所以没什么问题，很容易可以记得，真的很建议他们。对了，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我们的婚礼影片，我们有两个，请你们看一下，在这个影片下面我也会留一下两个链接。那个影片非常非常感动，非常漂亮，所以非常建议你们看一下。OK，我们现在要结束，我们应该要去吃饭，因为一整天都没吃什么。然后谢谢你们跟我们一起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，请给我们一个 like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。我们就在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Bye bye.